的还是你手气的？他是手气的，怎么知道我在练？那不每次都是卖相吗？人工智能，给我们也开的，真正的人工智能。你又不是说要做工作？我想也是。你可以做得分的上一球是谁控的，跟谁跟谁控的，然后做那个 correlation analysis， 然后看谁跟谁最近最容易得分。要自动辨识，人脸辨识。